梦里梦外都不用担心，转身就感觉到你，给你最美好的自己。我比想象中喂，小峰，你是不是哭了？你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先别哭，告诉我到底怎么了。我不知道怎么说。那你想说的时候再说。你先冷静一下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你现在先治疗了。How long can I live? Not optimistic, but we'll do our best.宋剑锋联系你了吗？没有啊。喂，怎么了？宋剑锋联系过你吗？没啊。怎么了？小峰出什么事了？苏慕云，早啊！哎，怎么了？苏慕云，放开情绪，你弄疼他了！啊！喂，苏慕云。你跟宋剑锋说了什么？我只是想帮他而已，但我没想到卓家和苏家竟然有这么深的渊源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证据呢？我是好心办了坏事，不小心伤害了小峰，
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的。你到底让他知道了什么？难过，这都是父母那一辈的事儿。你没事吧？苏慕云，你跟他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。这是我的事。小云，小云，小峰怎么就找不见了呢？还有没有人能找到他？我看我们还是先报警吧。我已经去派出所备案了，警察一有消息就会给我们打电话。那我们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呀，要不然我们先出去找找看。妈，苏念峰父母的事跟我们有关吗？小云，谁跟你说什么了？是我们家害死了苏念峰父母吗？住嘴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别胡说八道。小云，你不要乱想，那就是一场意外。好了，先别说这个了，还是先把小峰找回来再说吧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把他带回来。快去，多找几个地方，注意安全啊。历经了多少潮汐，那么熟悉的背影，命运的路口，知己是沉寂还是奔去？就算有欢笑，也有泪滴，但终归将。